还蛮像 Creeper 嘞，可以想象，是我蛮像 Creeper 的这个。Hello，我是开特玛，Call me 先生。OK，我们回来方舟第三季第四集，今天主要就是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执行之前直播说过的，就是建屋子了。建屋子，这个雷龙可以走开吗？又挡住了我。好吧，我来看要怎样建。主要就是要讲这个东西啊，想想哈，这个雷龙啊，顶他呗！哇，还要用它尾巴来扫帚哦，真的是要以后这里要外面要围住那个刺的那个篱笆，不要给东西进来比较好。下次要做一做喽。以前的家有这样大吗？我的家，我也忘记了。总之，先来弄掉这块木先，不是木了，石头。砍掉这个石头先，打掉它。觉得这一次要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不想要再四四方方，虽然也是九格为主，可以想一想，继续想，有坐骑，没问题呀、啊，要去哪里都没问题。OK，回来继续建东西，刚刚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啦，就是原本我也是。想做9981格啦，不过现在有个新的想法，就可能有一点稍微的不同，好吧，等下做出来那个形状了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吧。真的，一直都在这里，没有办法，很想打回他，哼哼，打他看一下，十二等的东西。看一下怎样？哇，然后，哇，血量够厉害！哦呦，它的尾巴，它尾巴强劲耶！我这样远它都应该打到。等三角龙啊，我要等。三角龙应该打到它。哈哈，四大天王来打，那个嘟嘟鸟怕死。不需要哪里啊，嘟嘟鸟！哎呀，我的屋子都烂了，顶它，顶它！我的箱啊，烂掉了，它死的了，应该，它死的了，12等不了，因为，我东西又要烂了，往它跑出去还是做什么？吃了他，跑了他，哇，冲下去啊，米洛仔，哇，跑了他，跑去哪里啊？跑了他，我试试看他，啊，三角龙冲下去看他打他，嚯，我衣服都烂，死了应该，死了啦，打烂我东西。迪洛快点去打，迪洛去吃，迪洛应该会去吃。这次我觉得要打直放那些东西，为了省位置，就是学一学，很多人也是这样放，我朋友他们也是这样放，打直放比较好，省位置，省空间。OK，厨又重做了，快点，这东西又不见。哎，不是搞笑。经过一轮测试之后呢，我就决定了，就是我中间会这样摆了，也就是会这样建了，有少少的一点 button，这样就是让我可以下去了。一上到来是从旁边上了，以前是中间上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变成了旁边上。旁边上到来又可以，这里中间又可以下去，
接下来呢，我就是打算，开始建那些墙壁啊，建墙壁。我觉得下面也是要墙壁了，这里要一个墙壁围着，就看到它不是高脚屋这样了。这样我可以在中间这里，觉得可以养那些枪狼啊，粪金龟在这里，又或者是我可以放一些重东西在这里中间扫扫这样。OK， 我们继续建墙壁吧。Restart， 开始，前方开始，前方要摆着，第一层应该是不用窗口了，就是第二层那时才来开始摆这些窗口。虽然我还没学那个技能，等一下要学一下。OK。急速的猪，哈哈。低等的动物我觉得都要打死了，这样才这里才会有高等的了以后。OK， 抱歉啦，建新像。OK， 先将这个拆掉，呀，可以做了，可以，刚刚好。OK， 下面的墙壁我就做好了，从外观来看是这样了。接下来再做上面的墙壁。好的，这个窗口我觉得蛮不错了，应该是可以这样做 ，try 看。这样这个门的旁边这样放，然后我也做了那个窗口，窗口是怎样弄的？窗口有什么用？会怎样？可以开啊！哦，可以开，哈哈，蛮可爱一下的。想关？这里关到吗？关不到，要来到这里才关到，还要跳一跳，哈哈。OK， 所以是要这样才做的，很小啊，这个门很小一下，我不知道要不要这样，等一下再看一下。OK， 继续，先来这一排看一下那个样子是怎样，我要想象一下，希望是完美漂亮的，这里应该够吧，这一排应该够，应该是够的。哦，前面这里继续建看，感觉很空，为什么会感觉很空呢？如果这样不知道好不好看，try一看，就是要有一点围住的感觉，还蛮像 creeper 的，哈哈，可以想象，是我蛮像 creeper 的这个，再做一做看，觉得这一边要改成墙壁了，我觉得 ，try 看，好的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会不会好了？这样你要看一看呢、啊。看一下我那边看过来怎样？又好像有点奇怪啊，有点奇怪这样。如果将这里封住了。将这里封住看一下 ，try 看呢、啊，将这里封掉，会不会比较好看？只是一面是有这个篱笆这样的东西 ，OK， 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所以变成现在是半开放式。如果那边做了，就有一点太过开放了，我个人觉得。好吧，可能这样也是好，
接下来我要 try 的就是在下面，就是也是要放墙壁了，放一层墙壁看一下，装一装门看一下。OK， 蛮不错的。重新制作 cooking pots，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制作一些颜料了。OK， 去拿一下果实。果实，他们身上应该很多吧？嗯，是有的。加一加，升级了吧？通常他们一升级都是一起的，通常都是一起升级的。那个嘟嘟鸟应该也是升级了，很多嘟嘟蛋。嗯，拾一拾，接下来也是要收集多一点。来烧烧看吧，烧烧看呢、啊。第一次制作这个颜料了，算是。OK， 等，嗯，有绿色了，这个就是我要的了。try 看先，哇，那个水一下用完，一下子少了三个。OK， 完成了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了，应该不错吧？还 OK 吧？做一个 preserving bean 先 ，preserving bean。放大腿肉看，哎，不能嘞。OK， 制作好了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烧一烧。烧一烧铁吧。OK， 可以了吧？接下来的任务，我觉得是将石头都弄掉，石头砍完先。OK， 应该 OK 吧？这个 OK 的，看要讲连接。哦，它是没有连接的，不用连接，不过可以就是接近它了。建的时候可以接近另外一个，感觉就好像相连在一起。哦，真的会插到，自己都插到，不要说别人。这个门有多大？好像不是很大这样。再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个北黑莫的门，我觉得迟点才做吧，暂时还不够资源呢，资源还不足，所以我们篱笆就先这样，哈哈，先这样吧。呀呀呀，新鲜出炉，第一个石子宫。接下来我要找找有没有白等的翼龙啊，之前那只 ，yes， 哇，92等呢，要不要抓呢？哈，又是三角龙，迟点吧，看一下有没有再高等的，先抓那些我没有的龙先啊，太惜啊，没有了那个棋子了。比较好，之后我应该会建比较大的这个船。暂时来说的话，就先暂时放这其他东西先了，基本的东西。哇，有一粒蛋在这里，粒蛋。先来看看这里有什么啊 ？Stego， 16的。不用理他。哎呦，给他空！糟糕！看一下，这只雷龙也是一个小岛，极度小的岛。这边 ，OK， 两颗都不合格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对面那边。可能我要找找乌龟了。翼龙很多哎，这边，这里哇，这样多这里，什么事哦？这样有翼龙，可是全部在这个水上面呢。
水上面怎样抓，这样鬼多了没？这边，除非他会靠岸啊，靠在这边就 OK 了。check check 看，希望可以遇到啊！嚯嚯嚯嚯，120等的猪啊，满等猪啊，来抓抓看，抓抓看 ，OK。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船长，准备好啦。OK， try try 这个试这个翼龙，不要理他先，先来试这个先。啊，跑很快，哈，石头看你怎样跑，石头看你怎样跑。再试，不懂要多少只他才会晕啊？是的，哇，跑啊跑啊，猪，剑心将，别跑啊！我慢慢射他了。听说射头会比较有效果，伤害高，没关系了。喂，喂，顶啊，顶他的肺！哎，哪里啊？那个Raptor，哎。Raptor 怎么 ？Raptor 晕了，我要抓猪哎，我不是要抓你耶，猪哎，猪去了哪里哦？糟糕，我要抓那只猪，变形象啊！顶啊飞，出现那个程咬金。陈咬金害到我不懂去好哪里那只猪，再找找看。哇，又有虫在这里，我觉得我打死这只，打死这只 Raptor， 因为它不合格，不合格的东西打死它先，它害到我找不到那只猪现在。哇，这么有 React 的这里，糟糕啊，这么有暴龙这边，不晓得。哦 ，shit， 这么会有暴龙哦。我那只猪啊，我要找顶了，巨蜥都死了啊。是是的，看看乌龟吧，92乌龟。92 OK， 再看一下先。喂，哇，又有，顶你的肺！76，哇，哎呦 ，shit， 76的，哎呀，你放在这里先。带我的龙牛龙，哎呀，带我这个去三角龙帮我报仇一下，哈！我竟然放了那个门在这边，刚才太紧张了，总算是有个记号了。我的 bag 应该在这里，还是他打烂了？啊，有有有，好彩在这里。我做的工呢，全部都是在那边呢，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，你给我丢掉，你给我不见就死喽！现在我就给你死，穿一下衣先啊！大等罢了，给他死。这里很多迅猛龙啊，怎么这样多？哇，100等低喽！百灯了，我觉得我要抓第二只，我可以再抓的一只，可以了。哎，是，试看它。哦，哈哈哈哈，还不抓到你这是，应该容易吧？第一落斩，哇！死康币啊，来啊，
让我三角龙来收服你们，不是收服，那是收拾你们。我、哦、还要控我？哎，哦，重来，还以为是什么？抓到了，米洛女，米洛女，她是女的，好吧，跟着我过去了，136的，跟之前那个差不多了。